的代事，重要都被预警，怀疑帮他宣传自己帮我灭族觉醒，亲自见面跟长乐子还有烈景，王瑶子孤独的传面子，我要面子，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，没什么别的事，跟着我年纪更多，谁要带我空气够，谁要带我空气够，看我装一把一种直接理解，表情又开跳到发呆，动作紧张自在，你却不满，你空的招牌掉整个状态，走过你的城市，我该醒来，